中国大陆社保主席总会理事长古振昌在展览开始以后，首先引导前往参观的人士参观了职业训练所和附设就业训练工厂的各项设备，以及各班学员学习工作的情形。参观人员对杜总近年来在职业训练方面所做的努力和进步表示赞扬。接着，大家参观了学员们的成果展览，其中包括毛衣、服装、车绣、手工制品等，都是很高水准的成品。